其实我最要感谢的是一开始就是那一期让我很崩溃的陪我来参加的那四个嘉宾，李子璇、刘妮怡、魏瑾和罗一田，感谢他们，但同时也要跟他们说声抱歉，因为那一次的录制我是真实的情绪有一些失控，这是我第一次在综艺节目里面有这么失控的状态，而且我当时花了很长时间平复以及说服自己，走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的跟他们道别，就场面一度变得非常的尴尬，对，很有点对他们有点抱歉。也是通过了那一天之后，我感觉自己可能突破了自己懒癌的那样一小关，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其实我也可以做到，然后慢慢的状态就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也感谢节目组，然后也感谢节目所有嘉宾哥哥姐姐的陪伴，录这个节目是我参加所有综艺节目录制以来每次最期待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每次录制真的很开心，谢谢大家。